接下来今天邀请了八位男生，他们被归为同一个族群哦。那他目前还没有进场，可是他们的桌上已经放了他们投注生命所收集来的一些东西，各式各样的都有。所以我不知道他们等一下会对于我们界定他们是同一个族群这件事情有没有意见，因为说不定他们就只是喜欢收集这个东西的某某人，他们不觉得他们是属于那个族群的。也许他们有走出户外什么的。嗯，这个族群一般我们用一个宅字来形容，那有的人称之为御宅族，可是等一下他们会帮我们准备他们对于这个族群的定义，然后大家来比对一下。另外我们场内有四位自认为也符合宅这个字的定义的明星，五位你们好，欢迎。来讲一下自己宅，以及等一下看到他们的时候对他们的生活状态的关切的角度。那男生应该本来就是自认为是宅的嘛，蛮宅的。对，我们可是你一般我们讲到宅这个字的时候，很少有加上今天这个要求，就是他必须对某样东西用生命投入再收集，对不对？可是其应该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兴趣啊，对，一些癖好。因为如果只是不出门的话，那就不算宅男呢。只是不出门那个叫瘫痪。宅在家，宅在家里，你会为了一样东西而不想出门，那叫宅在家里。你的分析我们很难采用。等一下，大家可以理解一下为什么他们培养出这些特别的兴趣，然后有一些甚至给他们带来了不错的收入。那这位是，终于轮到我了，动起来，动起来 ，The Funkin' Dancing，Funkin' Show，Funkin' Dancing，Funkin' Show，The Pure Blood 老师一起动，让你是变没有变瘦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One More Time and Girl 击败，哎是，我是你亚洲第一健身教练潘若琳潘老师，是中毒吗？对，也难怪是那样，经常去冲浪 ，But why？ 运动的时候记得，对，为什么？为什么潘若琳？为什么是潘若？因为今天是宅男，我希望他们可以做一个健康的宅男，健宅男。立冬，你不是年轻人吗？我是年轻人啊。可是你手背的肉在晃动。有吗？你没有运动，手掰掰，没有。你没有在肌肉吗？有，我有。而且你那边腰间有肌肉，对啊，是吗？腰内肉。那太松了，再回去扮一次。而且你扮这个角色也不好看。真的吗？或者是脸不好看。那应该不是角色的问题，应该本来就是看起来是好看的角色。好，我下一次是有啊 ，S 最喜欢你扮无头骑士，就是。好，立冬，我们要欢迎第一位进场。好，没错，欢迎第一位宅男。造型很新的对啊。这边聊一下，造型蛮酷的。这边居然有道理啦。这位是 Liku， 你们刚看到他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他好像不是戴着黑框眼镜，然后头发比较，对啊，感觉蛮有型的。他有打扮，很视觉系的日本歌手，对。所以 Liku， 你是被放在宅的这一群吗？我自认自己是啊。你觉得宅要到什么程度才算？宅要到什么？不出门，然后看漫画吧。你不出门可以超过一个月吗？不行啦，还是会出去玩，还是会出去玩。还是有爱玩吗？爱玩啊。玩什么？逛街。可是本命不变吗？自己好开心啊！你会一个人在房间对话吗？跟没有人真的人的东西对话？心里吧。我觉得你今天措辞要小心，因为对他来讲，那不是什么，不是真的人，他就是真的人。你说他抱着那个他的朋友，那是一个很有名的歌手。迈克尔，对，他的名全名是哈兹内米库。哦，你好，你好，好有礼貌，欢迎我来冲跟你握，也欢迎他哦，很特别的交流啊。所以他期待来的这位歌手，你们都认识吗？之前有人有送过我一个这个，好漂亮啊！但其实我觉得你措辞很不礼貌哎，什么叫有人送过你一个？他就是唯一的呀，他是他女朋友哎。哦，不好意思，我介入了你们的感情。压力好大。所以你已经爱他爱到你觉得很极限了吗？
没错，没错，那请问你今天带他来的这个分身是他你最喜欢抱在手上的一个分身是不是？最大只啊，抱起来比较舒服。然后你会带他出去逛街吗？嗯，前几天就带他出去了，我带他去做捷运。就直接抱着啊！你也穿这一件哦？没有，那一天我是戴墨镜，然后哇，蛮帅。然后你夏天穿这件会是屌刷哎？什么是屌刷？就是中暑。中暑？我没有中暑过。所以你抱他去做捷运的时候，需要跟他聊天吗？没有哎，就帮他。比如说你要过桥，就说哎要过桥啊。不是啦，不是那个啦。他有一般台湾的人会用中文称呼他吗？有，叫做初音未来，初音未来小姐，我都叫 Liku 啦。Liku， 所以你叫 Liku 是因为他吗？原本是叫 Liku Kun 是我日文的那个名字，然后改成 Liku Kun， 然后因为觉得那个。乌的音看起来很像，对，想睡觉，这就立刻。立刻呢？哦，立刻，真的是立刻呢，立刻。没有，我很有精神，我很有精神，看出来。对，我很活泼的。欢迎你跟初音未来小姐，好，欢迎你，请坐。谢谢。带着灰的那个虫，好像。其实并没有选美得到冠军也不需要一直挥挥手进场，一直挥手。那我们欢迎下一位。欢迎第二位！哇，这个是火影忍者，狼哥，这边看不见了吗？应该带过去。有洞哎！直接走出去。这个不是 Spider Man 哎，不是，这是火影忍者。阿飞，火影忍者宇智波。这是火影忍者里的谁？就是斑，宇智波。然后他这个面具后面的脸是揭晓过的吗？就是在。就是这个脸，对，不是说你的脸，是这个人物的脸，就是有，现在有，有被大家看过了。嗯，所以斑是能力是怎么样？他眼睛可以把任何东西吸进去，哎呦，吸到他的眼睛里面，然后就到异次世界，地层那个。所以你有在真实世界中玩过这个游戏吗？就是这样看，可以现在试试看。好，好像没什么意思。他蛮幽默，你干嘛不进去了？他会先喊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就有一个大。他做手印，大做手印，结印一下。这是不是结的有点慢？我以前也很喜欢这个。易翔结的比较快。应该是要厉害一点的。对，都是要快一点。我之前因为我也很喜欢这个角色，然后我之前就研究。你可以吗？你可以吸吗？你面具加戴一下好不好？哎呦，换他，挑战的，我专示范。你觉得大人是不是看到这已经转走？通灵之术，你要先咬，然后流血之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就有个怪兽就会出现。然后在班上都会跟同学玩这个。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看火影忍者，就你们稍安勿躁，就过这个就会有别的事情。你认识初音吗？我认识啊，认识啊。嗨嗨，所以你如果穿着这个在跑步的时候，在跑步的地方遇到了一个抱着初音未来的立库，你会跟他聊天吗？应该会吧。你觉得你们是同一个世界的人吗？对对对。所以你会第一个打招呼是你会说什么？说哎，你也喜欢米库这样。你也喜欢米库吗？还蛮喜欢的，他的歌很好听。刚好情敌。所以你一说你也喜欢米库吗？他说对，我也喜欢。我是喜欢他的音乐。然后接下来要聊什么？然后就问他就是接触多久之类的，可是他就会跟你讲说 Miku 是我的女朋友。那你要哦，没有，我很喜欢你女朋友的音乐。还是可以聊下去，所以他很会聊天啊，很 OK 啊。然后就要比方说要交换 Facebook 这些吗？嗯，可以啊。所以请问你今天是以火影忍者的爱好者来，还是你其实今天有别的？就是我是溜溜球玩家。哦，别的事做的啦。所以哪一个才是主要的？这个。你有没有很希望可以一甩出去，然后打中某个人的头，然后再把它拿回来？是这样的概念。就是你有练到这种程度吗？可以打到，但是没有办法打爆。不用打爆。打爆。很认真。你在溜溜球界是有名气的人物。一点点，就是在亚洲区。可是听说你最近在感叹说，这个活动已经渐渐被小朋友们淡忘了，是不是？对，因为玩家越来越少。对，你现在有一种是
跟扯铃爱好者一样的心情吗？就是他渐渐被淡忘。扯铃没有被淡忘，扯铃学校有就是社团、有校队、有教练。你说扯铃还比溜溜球现在要受重视？对啊，扯铃全世界是台湾最强，但是溜溜球是日本跟美国。知道，所以你才最寂寞的。来圣贤阶级，你那有去参加什么国际赛，然后拿到第一名过吗？没有，去都是被刷掉，被日本跟美国的怪兽刷掉。加油啦！所以也没有媒体报道过你。没有，因为我不是台湾最强的。台湾有还有最强的？我第九。台湾有第九已经很强。台湾有第几？前十名。台湾就是我是台湾第九，然后台湾有在国际上有大概到亚洲第八的。那我们干嘛不发？不是因为已经够难，我们聊到溜溜球，我们还不请最强的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很少有机会跟第九的人聊天，所以我们想找一个第九的人。就像下次我们会专访星光大道第九名的歌手，凡哥欢迎你，请坐。浩哲热情邀约玩乐高，沈蔚慈超配合演出。浩哲的话今天是来看，对，然后他的愿望是要跟你一起，你要跟我一起玩。是要不然你可以说大龙来袭，大龙来了，我要咬你，快点逃走，来了，给我一杯红酒，好好自己在干嘛？下一位，哇，厉害厉害，新宇，哇塞，你好，你好，你可以用你的角度站，没关系，你喜欢哪个角度站？好，你刚才喜欢的角度是有侧一点，是吧？要怎样？他很酷哎，要装备。你所以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是谁。我扮演的角色是那个钢弹系的男主角黄大和。黄大和，然后他是最强的驾驶员。他有什么那个口诀或是招式吗？我可以模仿他的那个台词。好酷，是是是。Kira Yamato Freedom Ikimasu。哇，妈妈妈妈！然后他最爱的机体是自由钢弹。好，可是，剑哥学了日文，你反应。你反应太冷淡了，你也没有热情到哪里去，你应该立刻把什么力开到哪里去之类的。所以新宇，就刚才你讲那句话之后，大家应该怎么办？黄大和自由钢弹初级，那我们就要初级。初级。这样 OK 吗？这个战争很危险，大家要小心。好。我跟随你，大和。你确定叫大和是对的吗？他日文翻译叫做 Kira Yamato。Kira Yamato。Kira Yamato。对对对。请问你 Kira Yamato， 干不得。他也没理我。对，他就是一个冷静的人。所以手上的兵器跟这个角色是分开的两件事，对不对？这是我平常在打生存游戏的那个枪支。所以这跟那个大和的角色无关。比较没有关系，这是我自己的收藏，然后我家里有大概20几把这样的长枪，好夸张，这很贵哎，应该已经超过百万了吧？因为每一把平均都是6000-7000，最贵的这把20000，哇，是你自己赚钱买的吗？对，我曾经为了买这把一个月的薪水全部丢下去。所以新宇，你可以示范一下怎么样正确使用它吗？正确使用，首先，哎呦，首先。送上弹链，哦，拉枪机，哦，哎呦，哦，哦，哇，他整个人不一样了，好，开保险，开始射，他整个火起来了，再一次，再一次，还可以架脚架，哇，架脚架，哦，对方敌人好激烈啊 ，Oh my god。这个我就有兴趣哎，我觉得这好帅哦。所以你去玩生存游戏的时候，你会拿这把出来？有。那这样被打到的人太大把了吧？他们都那个还蛮惊讶，因为这把非常少见。摆脱了大和的角色之后，会变成一个很……我可能平常就是个废宅。废宅？废宅什么意思？专有名词。专有名词。
就是除了工作之外都没有出门，都在家里打电动或者是上网之类的。会觉得跟人家沟通很困难吗？不过打生存游戏。还有收藏那个昆虫标本，你就活过来了。嘿嘿，我这个都可以比别人专注。然后我刚有问你问题。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还有自己的小光啊。当你回到真实身份的时候，你会觉得跟人家聊天是很困难的事吗？是还好啊，如果有相同的那个兴趣的话，我们可以聊得很嗨。请问你打工的地点需要跟别人说话吗？我现在做的是台中捷运的保全啊。工地的保全，不用讲话，很少了，就一站在那边就好，就顾懂材料的。所以心宇，你如果在巡视你的保全范围的时候，遇到那个抱着娃娃进来的男生，你会跟他聊天吗？嗯，要看吧。正常来讲，就是要先把他劝离啊。劝离？他又没有怎么样，你干嘛？他有危险性吗？你就不管他有没有抱娃娃，都要把他劝拉不动了，对不对？好，放下。因为我们那个，我们台中捷运现在还在施工啊，照理讲施工是不能有是不能有一般民众跑进去的，他怕他危险。可是即使他是抱着初音未来，你还是要驱离他吗？嗯，先跟他聊天再说吧。你也会跟他聊天？会啊。你也认识初音未来吗？他超酷的，他自己有做那个纸的钢弹，用纸做的，然后做200公分的钢弹，他可以穿在身上。那个就是我制作出来的。那么厉害！用纸做的，对，然后整个都可以穿。艺术太厉害，华丽哦。他后面还有装火箭炮，眼睛还有光。这个要存放在哪里？这个就现在就放在我宿舍，因为蛮挡路的。欢迎李星宇，然后主要是那个模型。请坐，谢谢。急收，不好意思，我等一下再跟你继续聊，等一下会继续聊。好，我们要请下一位。好，欢迎下一位。你好。哎，后者是。你是到目前比较以我们熟悉的社会上的人的打扮出现的，没有易容术，就没有打扮的。所以这个是你做的吗？嗯，对，这是可是是照说明书做的，然后它是我最喜欢的作品。它叫飞龙。飞龙。所以你最厉害的是就是拼这个吗？对，就玩乐高，然后大约一天都花大约2小时在玩，然后还好了，2小时哈。可是我其他平常都有在看，就是乐高的相关资讯，几乎花大约6到8小时都在。等于说一整天几乎都在看有关乐高的。人生很有规划，他什么几小时都会算得清楚。我搞不清楚我几小时在干嘛。真的，秀慧他说6小时看资料，2小时玩乐高，那是8小时，那是一般人上班的时间。对啊，所以他是宅男啊，都宅在家里做这个。而且我乐高拼来拼去都是平面的。没有，他立体的。就是我拼不出立体的。哦，我可以下次教你。好。因为浩哲的话，今天是来看你的，对。然后他的愿望是要跟你一起，你要跟我一起玩乐高吗？什么一起玩？要不然你可以说大龙来袭，大龙来了，我要咬你，快点逃走。因为我刚才看剧本，他说希望跟我一起玩乐高，我以为是说我们一起来拼，他叫我拼出一个城堡，结果他竟然叫我像他，你这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你存心让我难看？可是浩哲刚这样玩好玩吗？还蛮好玩的。可是这样可以追撑多久？假如跟小朋友玩，他可以玩更久。可是你生活中是有人陪你玩吗？嗯。所以有另外一个人陪你玩，对，谁？还有我另一半，女朋友，差不多。所以你说你们两个是一人拿一只龙，然后互相……那我会跟他一起组，就是我们会拆盒组，然后一起组，然后组完可能就会这样角色扮演，对 对。所以都是他攻击你，还是说你也要攻击他？都有，互相轮流。然后可以这样持续演多久？
大约十分钟，也不会太久。哦，因为他有八小时的行程要走啊，只能空十分钟。可是煮的时候就会花比较久的时间。可是演戏就演到最后会没东西演吗？对。所以你带着飞龙出去的时候，如果对面走过来一个抱着初音未来的女生，你会跟他聊天吗？我会讲 hello。你会用大？然后我可能就会向他推广我的乐高。对 ，Liku， 你对乐高跟他互动没关系。你要不要跟他演一下？他很爱演哎。我可以啊，可以陪你玩一下。带飞龙过去咬那个初音未来，我看看他会怎么。恭喜你好 ，Hello。我以为你要攻击他哎，我当你的宠物好不好？你可以给你当助手了哈，他可以当助，你当他的助手。你撞到他，我有一种感动的感觉，很疗愈的，这感觉也可以。很温馨。OK， 好，他回来了。对，交朋友交到吗？有啊有啊有。好，浩哲，欢迎你带着飞龙请坐。然后我还有就是我自己就是有做那个乐高的名片要给小 S 姐跟朋友。名片。因为一般的名片都是纸张的，可是我的名片是用乐高人偶做的。好可爱哦。这个 idea 很酷。可是请问一下，我需要你的电话干嘛？下次可以找我上节目。有乐高不懂的可以打电话问他嘛。小孩有电话。你小孩子也可以来跟我一起玩。你有在教吗？教小孩拼乐高。有。谢谢你的小礼物。上单封面贼是王永平，当场吓坏所有人。上单桌上放的是你的兵器。对。像这个是保养品。保养品。保养器具啊。哦。吓我一大跳！这个人控制也太彻底了吧！太跳动了，八块。这是我的面膜，你都珍珠，为什么要保养？可以啦，这是定制的面膜，定制的保养品。谢谢，是可以。溜溜球有为你带来收入吗？就是街头表演。嗯，街头表演你可以拿到多少钱？这要说吗？嗯。一天大概1000块左右。一天有1000块？有啊。那也不差。对啊。可是他还有做自己的周边商品哎。你有在卖就对了啦。没有，是就是等于是说朋友纪念的，这是我的 T 恤。为什么？需要卖给谁？所以谁会穿这个 T 恤？就是球友啊。他有一个溜溜球，也是他的那个脸。对，这是日本的溜溜球厂牌跟我联名的。哦哟！主动找你合作吗？对，他自己帮我做，我是他做完我之后我才知道。为什么第九名这么神气啊？对，厉害。我招式比较特别啦。所以请问比你厉害的那个台湾人叫什么名字？有很多个。他前面八个人都知道你这么过得这么好吗？没有，我们都认识，我们都是朋友、啊。所以在你心目中，台湾最强的选手叫什么名字？叫郭子伟。他是，你不愿意讲出他的名字，是不是？他是尾鱼啦，他就叫尾鱼，因为他是有得过台湾冠军的。哦。对，近期的台湾冠军。所以他也有自己的 T 恤跟溜溜球吗？没有哎。他没有。那为什么你有？就比较圆吧。比较特别。什么？脸。这也是一个好理由，就是。好，我来看下一位。欢迎。哇！这个不错，不错。好酷，好眼熟的角色哦。这个是个电玩的哦。嗯。丹丹你好，忍者，请问你的角色是？这款是《忍者龙剑传》当中的主角，叫做龙准。他最早是红白机时代的游戏，他跟马里奥算是同一个年代的。扮演他来康熙，是因为这是你最热爱的角色，对，这是你扮的最好的角色。是哪一个原因？是一个就是，好了，蒙着脸。意思是说你今天要整集都蒙着脸吗？他不想被看到，你不想露脸是不是？不想被看到脸。你自己决定没关系，因为蒙着脸可以发呆了。可以发呆。我今天来的时候就看到他坐在外面就蒙着脸了，而且是10点多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坐在外面，现在已经一点了，他都一直蒙着脸，从10点开始发呆到现在。哎，你露脸了，我露脸了，
VCR 有露脸了，就是他这个脱的其实也蛮麻烦的。那我十点就来，是因为我从桃园骑过来，我把迷路的时间给加上去，就发现我没有迷路，就提早到了。那提早好详细哦，提早到也不需要那么早就蒙脸呢。我看到旁边有人在换装了，我就也披上。啊，敬业，你有到国外念书吗？没有，就是在台一直在台湾长大。对啊，所以你最爱的就是角色扮演，没有其他的。算是打电动吧，打电动，然后喜欢里面的角色。对，向丹，等一下坐到那边去之后，就是可以自由的拿下面罩来呼吸，哈，就是。哦，这个是骑机车用的面罩，所以不会不透气啊。没关系啊。向丹，欢迎你，好，请坐。好有气势，对，他走的好神气哦。啊啊！还有，马上就有气了。帅在前场。我的钢弹。你又把心宇的东西弄到地上，他会拿那把枪扫射。免不了一场大战。很神气。所以向丹桌上放的是你的兵器。对，像这个是保养品。保养品。保养兵器啊。哦。吓我一大跳，然后那人疯的也太彻底了吧？也太骄纵了，超怪。这是我的面膜，脸都遮住，为什么要保养品？也可以啦，这是兵器的面膜，兵器的保养品也不行吗？是是是，误会了，先误会了。熊熊到目前为止，他们哪一个人的热情所在是你觉得比较像一般人对于宅这件事情的？我觉得是心语，因为其实他们有几个就是我之前主持节目的时候都有遇到的宅男，可是我觉得心语就是完全是他是非常非常的符合宅男的形象，因为他是你跟他讲话他不一定会回答你，然后他就是会完全融入在自己的世界，然后像他是如果穿上那件钢弹服，他就是完全就是一个钢弹的，他就是可以一直讲那个造型，然后什么看我挥我大剑什么的，就是很夸张，不会理你，对，他很enjoy在自己里面，因为溜溜球跟乐高可能比较是他们各自的兴趣，对不对？好，立冬，请下一位，欢迎。哎呦哎呦，完全没有任何，你看好像正常，对啊，普通人呢。Q K 你好，他其实本来就蛮正常，所以你是电玩高手啊？对，电玩宅。因为 S 刚刚对前面有一个排名第九的人诸多质疑，所以你可不可以告诉 S 你的玩电玩的地位？哦，我就是有某几款游戏是在亚洲区第一名。真正的第一名。你可以告诉我们哪几款吗？Titanfall 还有那个 Evolve 二零进化。有很难吗？这两个？它就是一个比较像是需要团队精神，但是我是扮演怪兽。然后对方是四个玩家，所以代表是我一个打四个。哇！所以狼哥是狼哥吗？狼哥，这个才是真正的第一名。我们那边有做了一个第九名。狗妹，狗妹。狼哥第九名，可是他有他自己的 T 恤跟他自己的溜溜球。周边，你也有周边吗？我有自己的粉丝团。多少人？三万人。你多少人？三百人。最多没有啊，因为里面按赞都是一些世界级的冠军之类的，在按我的三百个是精英，是溜溜球界的精英，好厉害。所以刚刚那两款游戏你们都知道吗？心语知道，对于电玩这一方面我也都有一点涉猎了。所以拿到亚洲第一名有奖金吗？没有，因为我就是比较觉得人老了低调一点，就是打哦有那个成绩就好了，不会特别去想要做大规模的比赛。你才几岁就觉得自己老了？因为其实说真的，打电动的能力跟你的年龄是有关吗？有关有关，因为反应，对反应，因为像是现在很多选手都是二十来岁，但是我已经三十二岁了，所以你随着年龄，说按钮会按的比较慢，是不是？对，可能就按手还会抖，就会宕机，因为眼睛看到之后，手机在反应，可能就会来不及。因为我有朋友打了十多年的电动。那他比我大十岁，他所以他现在就是因为他可能就是有点中风还怎么样，喝酒喝太多，所以他打电动跟以前我们对战的时候他反应差很多，变。OK， 他中过风这不是。
这不是同一个故事。没有啊，他就感觉很像中风啦。感觉很像，不是真的中风。对对对，因为当初我们在一起认识的时候，他真的很厉害，我连我都打不过他。所以你在他身上看到了岁月的无情，真的真的真的。所以你现在虚拟那个按钮，你现在可以多快？多快啊！就神手啊，就是要常常练。哇，这个好厉害！我是用键，我因为很多人都是用键盘，我是用手把，所以都要常常练。所以你需不需要常做这种运动练习？不用啦，因为这样很奇怪，走在路上。中风了，对，不会啦。不过手真的是要常常保护。所以从来没有一个世界冠军是超过40岁的吗？没有，很少，非常非常少。真的耶，真的非常非常少。QK 有一个头衔是实况主吗？啊，对，实况主。可以解释一下。这个部分其实就是有点像是 live 直播啊，我们在一个电脑前面，然后打电动给大家看。然后就是跟大家互动，所以我们叫实况。我会看这样的影片。对对对，实况主的意思是一个实况有几个组，边打边介绍。自己会有自己一个台，就自己做一个台。对，是主播的意思吗？有点类似那种概念，对。就是教人家，他教你怎么过关，他帮你解谜啊。就是如果在哪里卡关，他会说，哎，他就这样就可以解开，他会叙述。那这个是游戏公司会付费的？不一定，其实说不一定，其实。一开始你前期就是自己花钱买那些设备，买那些电动，然后东西，然后开始做，等于是完全无偿。但是可能渐渐开始有名，就会有公司会请你帮忙他们 promote 一些东西，玩我们的游戏，赚回来。所以你现在已经被邀请去玩他们公司的游戏了吗？偶尔啦，偶尔会。这就可以赚钱了。对。那你有玩过乐高拼出来的飞龙吗？其实有类似的游戏啦。我们讲的是在真实生活中有一只。这个品质做的龙会向你飞过来说咬你咬你咬你哦好啊，那你要玩吗？你也可以玩吗？可以，因为就是会打电动的人其实都蛮天马行空的。芒科解释弯手指当场遭小 S 误解。你跟乐球会肌肉拉伤吗？都不会，就是如果从小开始，你现在干嘛？从小开始，不开心了。从小开始练的话，手指会歪的，它就是歪的。不能用别的手指管它。有些人是用食指，但是一般都是用中指。对，我们绑在第二节，然后前面会容易缺氧，所以这边死。所以你的中指现在是直的，这样子。有点弯。有点弯。有弯。看我的腿。游戏的人吗？对，你的工作就是、這個、我的工作就是打电动，然后因为我本身是游戏的媒体，所以就是帮忙打电动、介绍游戏，然后嘻嘻哈哈这样每天打电动过日子。那你不是很爽吗？对，很有钱赚，每天花多久时间、啊？其实很多人大家都觉得哇，好棒好棒，好开心。其实，说真的，因为我们忙的时候，就是在跳舞。我们忙的时候，其实大约一个新的游戏出来。然后到它就是一个我们叫生命周期，等于大约是1个月内左右。那你平均要耗在这个游戏上面一天哦，大约是18个小时。哇，所以你要一直玩它，是吗？对，因为同一关你可能要死掉玩个2-3百次，哦，知道我可以从这边过去，或者是怎么样的方式。就你们自己员工要先研究如何破关，是不是？对对对对，这样才有办法介绍，才有办法写攻略。那你大概一个游戏你玩多久就知道这是一个不好玩的游戏？大约1-2个小时，然后就可以给他画叉，说这个不用继续玩了吗？还是会玩啊，就是要看情况。那如果厂商拜托你说，求求你把它写成很好玩，基本上像我的风格就是会点到为止。我们会介绍说这个游戏的游戏内容，然后到底哪些东西是把它拉出来说特点是什么？那好不好玩，其实是由玩家自己去决定。请问你对于那边那5个人谁的东西最有兴趣？其实都还蛮有兴趣，因为我每样东西都有多少接触一点。你说初音未来你也认识？初音未来电动还蛮有名，上面。所以如果有人把那个娃娃送给你，你会开心吗？好啊，真的好啊，真的吗？可是真不要，做不到。所以你会好好对他吗？当然，因为我对我自己，我平常都有收的游戏的公仔，其实都对着他们很好。可是 Liku 是帮他洗衣服哦。还帮他梳头发。他刚才有默默在帮他梳头发。他刚刚有在帮他梳头发。Liku 要帮他洗头吗？我只是怕他头发不整齐，其实已经不整齐了。已经不整齐了吗？很整齐啊，很顺。比我会照顾的人，我上次才看过。如果吴尊现在走过去，用手把他的额头、刘海这样哎呀乱弄的话，会怎么样？不会生气啊。我只是讲一下而已，不要试。所以照片中看到那个水盆，是你真的在帮他洗头吗？哎，对啊，总会有这种。
你真的帮他洗头吗？啊，用人类的要用那个洗发精，洗发精、润发液。啊，头发要拆掉吗？哦，没有，护发也要。你洗发技术好吗？那你就很温柔这样吗？对，慢慢。洗的时候要跟他问说，水温这样可以吗？力道可以吗？需要按摩吗？还需要按摩？没有，不过就怕掉发而已。所以如果掉了一撮，你会怎么样？我会揍自己。这么气？万一只掉过20根而已，我有在算。你有在算自己掉的头发吗？他啦，因为他头发不会长啊，我都会长。他自己掉一撮，他都没有在管的啦。对啊，小心他。因为他说自己会长，那个初音不会长。对啊。请问实况主这个身份是一个好工作吗？就是一般人如果想争取到这个工作，是收入上是 OK 的吗？第一年开始，其实来看实况的人很少，可能2-3个啊，好少。对，很少。然后你会接受到很多很多的网络的霸凌，就是我曾经遇到说啊，打那么烂，实况什么啊？你没有比谁怎么样啊？因为我自己的声线透过麦克风出来很讨厌，就是没那么好听，所以大家就会说啊，这个谁啊，怎么声音那么难听啊，这样子其实会遇到很多人的，那时候会连声音都要被讲。对，有一边打一边哭吗？哎，不会啦，不会，就是还是会强颜欢笑啦，就是哎这样子，就是他在把那个哭眼睛都蒙掉了，真的很哭了，要坚强。我也有看过，然后我就听到那个人讲话就是很平淡无奇，然后没有情绪的呢，就是很自私的，然后我也会想要把他跳出去，很想他在干嘛。你也会看实况主？不是，就是有一次就是 FB 上面会有 po， 然后我就把他点开来看，然后我就想要知道这个到底在干嘛。所以讨喜的话是要一直在那边装出很多情绪吗？其实就有点像，就是你要先想好一些梗啊，对，有梗，对，你要及时反应，像装出来什么啊，在哪跪了起啊，你自己就是要搞笑，对，好激动，要夸张，他顺利解谜，他说哦，我真是很聪明，他可能要这样讲。可是摄影机有拍到他全身的动作，就是不是在半身。因为你脚很灵活，就是刚只拍到，就是人称就是实况界的金宝。哎呦！所以今天你上康熙，会有很多你的粉丝看到会很高兴，说他们平常是只看你打实况，是吧？对啊，他们还是会看到这样子的。那他们可以留言说我想跟你见面什么的吗？会，因为会遇，就是会像遇到很多疯狂粉丝，因为有时候他们就会说。像是感冒啦，然后就是贴我说感冒，然后可能要休台，然后就开始有人会传讯说会收集你的卫生纸啊什么之类的。他男生女生都有，还有收集你擤鼻涕的卫生纸。对对对对，那有人就是还会特别去找我朋友谁，然后想尽办法说要来照顾我，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哇，你已经厉害到这种程度吗？对啊。还好啦，因为可能他们觉得，我认为觉得说没有看我打电动，他们会不舒服。备受宠爱这个工作。哎，向丹，你听他讲，他有疯狂粉丝要照顾他，你这样会觉得寂寞吗？我没有，我刚刚在想的是，打电动的话能不能教我破忍者外传？我超人一直破不了。我知道怎么过，你知道怎么过？啊，就是要那有一些招式跟有一些要多练，然后他其实有几个 paper。你真的有 paper？ 师傅，对对，他那个都有 paper， 所以他你等下真的可以教他。可以啊，可以啊。然后他就会过了吗？可以试看看。请到我家来，眼睛发亮了。对啊，开心耶！眼神都变了耶。请问过不了那关，向丹是什么关啊？嗯，其实他也不是什么关，就是他的设定难度。哎，他有游戏难度的，可以去选。像英雄模式的话，你可能死不了；中忍的话，我最多就破中忍。如果你要破那种难度比较高的上忍、超忍。那个我就是打的心很累，其实怎么样打了2个小时也破不了，会想摔手腕，对，真的会心很累。打的心很累，我听得我心很累。什么话题啊？心力交瘁。好 ，QK 欢迎你哈。不会吧？20多年，他现在才32岁，那是几岁开始玩的？15岁，应该差不多吧。5岁，5岁就会玩的。那你现在眼睛怎么样？因为我。就是散光现在1000多度，我近视很浅，近视才120度，但是我散光1000多度。所以打游戏很容易散光，是不是？因为以前小时候都喜欢躲在棉被里面打 Game Boy。哦，对 ，Game Boy 就是盖着棉被嘛，然后就是戴着耳机，那这样打，所以就是越来越深。然后长大要救已经来不及。对，那你这边会不会有那个长期的肌肉拉伤？
其实会，但是就是会经常要去做保养啊，就像是去中医瞧一下、弄一下这样。你都不关心第九名的肌肉会不会拉伤，你是关心第一名的。第九名我就是实在不想跟他聊天。为什么会肌肉拉伤呢？中指会，就是如果从小开始。你现在干嘛？是骂我？从小开始。不开心了。从小开始练的话，手指会歪的，他这是歪的。所以他不能用别的手指玩他吗？有些人是用食指，但是一般都是用中指。对，对，我们绑在第二节，然后前面会容易缺氧，所以这边死皮很多。所以你的中指现在是直的还弯的？有一点弯。有点弯。有哎，有弯哎。你看我的多直。你真的让我很为难，就是到底是可以播还是不可以播？我们在聊正式的事啊。所以我们看不出来你是迷哪一块的，就是除了我喜欢看动画以外，然后我就是有在研究3C，就是科技方面资讯，然后就是今天想要带来的主题是我另外一个兴趣，就是收集高中女生制服。高中女生制服是不是你的？对，你是不是因为自己的外形你会想要穿？没有，我刚刚那个进来之前，我还有跟狼哥赌，我说主持人问我这个问题，他要给我100块。我没有。你跟狼哥认识吗？他们认识。他们都认识。你认识第九名的热热球选手？那是紫薇。在玩。所以你是那个第八名？你是紫薇吗？他也有在玩吗？不，就是没有，就是去他家玩，他家有溜溜球。你也会玩溜溜球？我只会最基本的。制服买到之后，你会把它摊开来，然后架在那边看吗？以前比较会，现在会，因为我的数量越来越多，我会买来以后可能就是会这样，因为里面挂着，因为并没有湿气什么的，然后就是洗过以后晾干，然后就把它折好以后收进夹链袋这样。这有台湾也没有请别人穿起来给你看吗？我们制服同行会常常会有制服地图的活动之类，然后就有认识摄影师，那假如有要摄影的话，我会借他们使用。所以照片中的就是你的收藏。对，那个是之前我贴在 FB 的照片，那边是水手服类居多，那是那个时候我收藏是30多套的时候。所以是世界各国的吗？高中没有，只有台湾。就台湾。对，目前是台湾。然后只有高中。对，因为目前高中要把全台湾的都收起的话，就将近500所。哦，那很多要收集。是什么动机让你想要收集这个学生制服啊？就，抱歉。你还好吧？要不要镇定剂？你看到他紧张就算了，你看到我也紧张，那就太不寻常了。看到你是吓到这样，他刚才是颤抖的，那种声音你有没有听到啊？好轻松。好。高中的时候，每天都会看到制服，然后觉得没什么稀奇，也不会特别去注意。但是到大学以后，会就是特别怀念起高中的那种画面，就很青春的回忆的感觉。是某一天突然发生这种回忆吗？没有，我开始买第一套制服，就是那个时候我是去基隆找朋友玩，然后我们就经过一间卖制服的店，那有制服挂在外面的 model 上面，然后看到以后觉得说啊，这件水手服很漂亮，然后就是突然想说，其实我可以买一件回家收藏，因为它真的很漂亮，就是一个冲动，然后就进去。可是那时候是暑假，所以旁边有很多工读生都围过来，我觉得超尴尬的。所以是因为那件制服开启了你收集的。对，我从那件开始之后启蒙了。那件纯粹是漂亮，而不是因为那个学校是你回忆中特别重要的学校。不是，因为我是高雄人。所以你心中最美的学校制服是哪一间学校？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那个第一套的基隆海事的制服。哦，基隆海事。等一下也会拿起来介绍。Benson，欢迎你哈。好，谢谢。在照镜子，对，他刚刚在干嘛？自备小镜子，对，谁？晴雨，他刚刚没有在听 Benson， 对，他自己在弄他的头发。你很怕刘海跑掉是不是？对啊，因为我们只要那个扣着，只要头发错边或者是那个稍微跑掉一点，照片拍出来就差很多。你可以把镜子拿开借我看一下吗？所以你可以对着镜子弄一下刘海吗？
看要在中间，专注，要在中间，专注，要在鼻尖，是不是？这是动漫里面最常见的发型啊。一点都不在乎高中制服，是不是？不，其实我跟他有点关系啦，因为他家我也有去过，他真的是、啊。你们是认识的？嘿呀、啊、嘿、啊。对啊，去借衣服吗？不是，我是去他家借住，然后借住，然后有时候就是那个借住宿。收集制服还有开民宿就对了。不是，那个是朋友间的那个住借住一晚而已。然后有时候同仁场次的时候，我都跟他会去看逛啊。哎呀，你现在中间那个刘海上面有一点分开是可以的吗？还可以啦。想把他逼死啊！强迫症。看完 Denzel 分享的搜集品，你们是不是也很好奇，他们还会带来哪些奇特的收藏呢？别错过下集的《康熙来了》。